尊敬的校长，尊敬的黄教授，各位领导、教授、嘉宾，大家好。今天是安徽大学方东美研究所开幕典礼，大学能为方教授建立一个研究所，我们感到无限的欢喜。回忆57年前。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那个时候我26岁，很难得我们有缘认识了，还是同乡的关系。老师是桐城人，我是渝江，我们隔得很近。当时我的生活非常艰难，想上学交不起学费，但是很想听听他老人家所讲的哲学课程。我写了一封信，也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他老人家，希望他能够准许我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一个星期之后，他回来我一封信，约我到他家里去面谈。他住在台北古林街60号，是台湾大学教授的宿舍，是一栋独院的日本式的洋房，环境非常优雅。我见面之后，他就问了我一些问题，也相当于面试，问我家庭状况，现在这个生活工作状况。问我过去所学的。我告诉他，我说我在学校读书有抗战期间失学3年，我只有初中毕业，但是对于哲学呢非常向往，没有认真学过，也没有人知道。他看了我很久，问我你有没有骗我，我说没有，我说我想跟老师学一点东西，是句句都是实话。他说你写的信跟你写的文章，他说我们台湾大学的学生写不出来，所以他怀疑的就是这一点。我向老师报告，虽然我嗜学很久，但是喜欢读书，始终没离开书本。
所以写东西很勉强啊，请老师指教。老师告诉我，现代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说你如果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这几句话听了之后，我就感到很沮丧，啊，老师拒绝了，啊，真的很难过。看了人家也看出来了，啊，我们沉默了大概五六分钟，啊，最后他老人家开口，他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两个小时课。这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啊，我不敢要求，我也没有钱交学费。啊，这是他老人家很慈悲。啊，愿意教导我。甚至到十几年之后，我在回忆想这段事情。啊，老师，这是素昧生平啊，这第一次见面啊，虽然是同乡在台湾很多人呐，啊，得到老师的厚爱，原因是什么呢？是从小时候家里父母教给我们尊师重道啊，应该是这样的啊，我对老师的尊重啊，礼节在他看到的啊，我给他写的信是毛笔公楷，规规矩矩的，写的一篇文章也是毛笔公楷写的啊，大概写这样的文字的学生呢不多啊，我写的字不算好，但是很规矩啊，端端正正啊，没有一个字是潦草的啊，就从这里看得出恭敬。印光大师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我们有十分对老师的沉静心，大概就是这一点的关系啊，得到老师的厚爱啊，让我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在他的小客厅一张小圆桌上啊，我们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课是这样上的。这魏老师为什么要这样教我，不让我去旁听呢？以后我想到了，我是一张白纸，想学这学没学过，也没有人指导过，就像画画一样，这个白画他爱画怎么画就怎么画啊，不是一张报纸啊，不是没有一点染污啊，所以我知道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师承啊，他认真负责啊，不让你有染污。我们如果到学校去，一定会认识很多同学，认识很多教授啊，会听到很多啊不同的这些方面的说法，会把我搞乱了啊，所以这个方法叫我呢学一家之言啊，他对我负责任，帮助我砸下了这个哲学的根基啊，这是我一生感激他的。更感激他的呢，是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实际上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从西方康德讲起啊，讲到这个中国，最后讲到印度啊，在印度做总结的时候，他给我讲佛经哲学啊，那个时候我不信宗教啊，我的头脑里面呢，认为佛教是迷信，而且呢，佛教是个泛神教，
多神教在宗教里面呢，也属于低级宗教啊，所以这很难接受的啊。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啊，我说这个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哪来的哲学啊？他告诉我，很严肃地告诉我，他说你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是被他这样教导之后，对于宗教啊，对于佛教才重新认识啊。那么他告诉我，佛教这个佛教佛的这个哲学在经典里头啊，不在仪式，这你到寺庙里面你看不到。他告诉我，古时候的寺庙这些出家人真的是有道德有学问啊，他真有功夫啊，但是现在寺庙呢已经走向宗教了，宗教化了啊，走向形式了啊，着重仪规而丧失了学术啊。所以他就告诉我要从经典下手，他老人家改变了我的错误的观念，也改变了我一生啊。那么接触到佛经之后大概不到两个月，我有缘认识了张家大师啊。那这是一个专业搞佛教的啊，搞这个佛经哲学的，我那个时候脑子里是佛经哲学啊，专业搞这个佛经哲学，这个难得啊，这不容易了啊。张家大师奠定我佛学的基础啊，他老人家教我啊，叫我读释迦方志释迦谱啊，他说你要学佛首先得认识释迦牟尼佛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传记里面呢才看到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求学啊，30岁成道啊，跟这个中国孔子相仿佛，夫子受无由志于学，30而立啊。释迦牟尼佛的说19岁出去求学也是30而立啊，30岁他彻悟之后就从事于教学啊，一直到他过世啊，他是79岁啊过世的啊。所以在经典上记载，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办班30多次，教学49年。用我们现代人的看法是，释迦牟尼佛应该可以说是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啊，他不是宗教啊。但是佛教呢现在已经变成宗教，我们也不能否认啊，这是我们的认识清楚的啊。我向老师请教，我说老师你这个佛经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啊？老师告诉我啊，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有一个阶段呢他生病在峨眉山养病，峨眉山是佛教的四大道场啊，那个地方环境非常幽静，我去过一次。他在山上报纸杂志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佛经，所以没有事情就是看见，越看越有味道啊。他接触佛法是因生病而开始的啊，一接触之后真的他欲罢不能，一生就没有离开佛教的经典，天天读经啊。所以的晚年在台湾大学他开的课程啊，都是大单元啊，他开过讲过
这个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啊，一直到他退休，退休之后被辅仁大学请过去，在辅仁大学博士班讲华严哲学。啊，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也是79岁，啊，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但是他教学的时间比释迦牟尼佛长，他20几岁就开始出来教学了，啊，也就是名教授了。啊，那么我们有幸遇到他老人家，啊，所以张家大师帮我奠定基础，啊，那我这个行业，啊，是真的是，老师指引的，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啊，大师告诉我。你一生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啊，你就学对了，啊，释迦牟尼佛那就是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所以我以后张家大师圆寂之后啊，我就跟李炳南老居士，啊，这个老人通宗通教，啊，儒释道都贯通，非常难得。啊，他老人家的年龄大概跟这个张家大师差不多，啊，大我39岁，啊，方老师大我20多岁，啊，父亲这一辈的，啊，所以我在李老师的麾下呢，学了7年，啊，学这个经教，啊，学了7年，这出家。啊，我一出家之后就教佛学院，就开始教学，就开始讲经。那一年是33岁，啊，26岁开始跟方东美先生学，跟张家大师学。啊，这个33岁啊，教佛学院也出来讲经，到今年50年了。啊，50年，我证实老师教给我的这3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就是肯定释迦牟尼佛是大哲，是圣哲，佛经是高等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在这57年当中证实了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无比殊胜的学术，而被一般社会大众啊。疏忽了，认为是宗教，啊，认为是迷信，而不去碰它，啊，这个是让我们感到很痛心的一桩事情，啊，所以我知道之后，啊，我就认真努力修学，啊，老师要我把这个事业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啊，真的从佛教佛法里面讲呢，这得三宝为神的加持。能有这一点小小的成就，今天我们看到学校啊，这个办这个研究所也是纪念啊我们桐城派的这个后裔大德啊方东美先生，我感到非常的欢喜啊。那么听说明年这个钱所长。建议明年是方先生100周年的纪念，啊，这个安徽大学、台大、辅仁大学要联合办一个大会，啊，那么有这种活动呢，明年我一定会参加，啊，我参加的话，我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老师对我一生的这个影响，啊，这个给我们啊，真正的这是重新在认识佛教啊，它是学术啊，是世尊一生的行医，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啊，我们要重新去看他，要向他学习。他的这个教学确实可以化解
冲突，可以带来社会安定、世界和平。那佛经的内容我们归纳起来啊，我学了五十讲经五十年了，学了五十七年了啊。那我们总结佛所讲的内容，不外乎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都讲到登峰造极，太难得了啊，就值得我们终身来学习啊。今天在这个大会上啊，这个所长啊要我讲几句话啊，那么现在我们利用这个高科技的方便啊，今天我在香港呢啊录的这一段啊立刻传过去，听说明天呢这个活动就开始，我非常感谢啊，也祝福这个研究所成功，希望研究所的时候能够继承方先生的学术啊，对于中国这个社会啊会有所贡献。谢谢大家。